臭。这个呀、啊、是咱家小伙伴想你挑战一天只吃臭的食物，而且越臭越好。这什么这？反正咱家小伙伴可说了啊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他让全班级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，这能难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给小胖来一碗臭臭的螺蛳粉儿。哎呀！到了午饭，咱们先给小胖来一串臭乎乎的松花蛋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臭的上头啊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灌满臭汁的臭豆腐。这个味儿不错。晚饭给小胖来盘臭的冒泡的纳豆。这是啥呀？坏了吧？坏了吧？